嘉宾朋友，大家晚间好。那在还没有正式讲什么之前，我想听一听大家在全场这里现在属于你们的掌声，来一下好不好？来，一二三，掌声响起，谢谢。这掌声是给你们自己的，顺着你们的双手，借用你们的双手呢，一起来祝贺，祝贺你们大家一切顺心顺意，顺祝我们的王后零零七17周年生日快乐，生意兴隆，高朋满座。好，那各位在座的亲爱的嘉宾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呢，那就是我们第一个晚上在这里跟你们大家一起欢庆今天这个大节目哦。那今天7月11号星期一，那就是我们的王后零零七，这是我们5间零零七的总行，欢庆我们的17周年欢迎周年庆哈、哦，谢谢大家踊跃的出席哈、哦。那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戚没有在这个时间到现场的话呢，不妨快快摇个电话，快快叫他们来到现场好不好？因为今晚上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歌唱节目要献给大家哈、哦。那除了有我们的9位歌手、8位歌手为你献唱以外呢？那今天晚间的这个压轴好戏，特别为您请来了，就是我们的优品质娱乐旗下的2位非常赞的歌手。那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熟悉的这位，就是我们的罗琳瑜，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林小英，2位漂亮的美女哈。那待会儿将会在后头的这个压轴好戏跟大家见面，还有近距离的接触哈。好，那在这里呢。今天晚间呢，总共有8位歌手在这里献唱，好好的听好歌吧。如果觉得他们的歌曲让你听了心花怒放，很好听的话呢，不妨送上你们的鼓励给他们，好不好？他们将会每个人拥有4首歌的时间。谢谢大家，那就正式为您宣布，我们今晚间的欢庆节目、周年节目正式开始。第一位打头阵的就是我们这位冠军歌手俊阳，将为您带来这首《起飞的橘龙》献给您，不妨来个发财，欢迎的掌声给我们的俊阳，好不好？